马云路怎么培养才最强？前期收集大量资源物资，配合马云路的专属技能，攻击有概率直接无视敌军防御和护盾，造成巨量伤害。搭配超强武器天宇流芳弓，能扩大攻击范围和攻击穿透，能超远造成大量伤害。带领队伍过关斩将，来三国战旗传说，百位武将想怎么养就怎么养。